嗨，欢迎收听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主播老张，我是主播包子，很高兴在第124期节目继续跟大家讨论电影。今天是大年初二了啊，在这里我们《大话说电影》也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拜个年呢、啊。哎，祝大家鼠年好！今天而且这边的话是澳洲的国庆啊，所以我们也是很有幸啊，能就是明天放个假、嗯，跟国内的朋友们一起，也等于是庆祝一下吧。但今年真的好像是庆祝不起来啊！我看好像国内很多朋友年夜饭什么的都不出去吃了，都在家里面都不敢出去了，是吧？是啊，这也是属于比较少有的这种情况了。就是在家里面坐着什么都不干，懒着就可以响应国家号召嘛。嗯嗯，而且本来包子到了杭州之后呢，就是对杭州的这个电影院呢是非常非常有期待的，因为我们微信群里面有几个朋友就是属于那种硬件党嘛，经常讨论关于杭州的哪个电影院的音效好啊，哪个电影院的这个屏幕的亮度高啊，就是这些信息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在微信里面看他们聊天，我都是觉得非常痒的。嗯，本来以为是回到杭州之后来见父母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任务呢，就是去电影院好好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就是杭州电影院的这些设定啊。因为其实你知道最近这几年国内的电影业呢发展十分迅猛，所以说很多电影院里面的硬件投资呢其实真的是比国外的就是普通水平要高的。嗯，就是真的是对这个电影院里面的体验呢，我其实是蛮有期待的。但是呢，也大家都知道原因呢，现在所有国内的电影呢，纷纷就都从电影院里面撤掉了，电影院都停了。嗯嗯，所以说也没得看了，真的是觉得这一趟错过了很多东西啊。嗯嗯。这次的话是好多电影院都是就基本上是关门了，因为没有电影可以放，然后大家也不敢去嘛，所以这挺惨的。然后像你前面说的，就是电影院其实投资都挺大的，国内大多数的电影院感觉是装修啊、设备啊什么的都比我们国外的电影院还要好，对吧？这都花了不少钱，然后突然之间这个一过年本来是最火热的这个片档嘛，然后一下子都空掉了，然后真的是。也是这些电影院做这些电影院的人那样大赔钱了。嗯，对对，我在跟我就是爸爸妈妈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不是特别理解。嗯，我妈妈就会说，你看你现在如果是不演的话，那你就是停几个星期然后再演嘛，不是一样的嘛。但是很难跟他解释这个事情，就是说电影院呢其实这个时间呢其实租给电影公司的，那么电影公司租了这一段时间去播他的，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嘛，租了这段时间去播他们的电影，后面还有其他电影排着呢。那么这些电影如果是往后推的话，后面的电影不也是相应之间或者是要继续向后顺延，或者是跟其他电影院其他电影作品打架嘛。嗯，这是一个情况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电影院本身呢它是有投资和运营的这些成本的，如果你要是电影院空在了，它就是在赔钱嘛。嗯，所以这个东西是对电影公司、电影制片方和电影院其实都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嗯，但是这也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因为仔细想一想，就是根据现在就是武汉这个情况啊，大家都是鼓励不要出门啊，所以说你在电影院里面坐着跟100多个人、200多个其他的人在一起，和空调的环境是非常封闭的，所以这个东西也确实是风险非常大。虽然说对我个人来说呢，感觉好像看不到新的电影，非常非常失望，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支持和理解这个行动的。嗯，然后说到这个撤档呢，我们今天要聊的一部电影呢，就是这次被撤档的一部电影，叫《囧妈》。然后这部电影虽然撤档，但是徐峥公布，就是这部电影会放在各大的那个网上平台，然后免费的给大家看嘛。所以我们也是通过了网上免费的平台把这部电影给看了，然后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对对，这部片子的原定呢也是在1月25号大年初一的时候跟大家见面的。嗯，但是呢之前呢好像是安排过几个点映，所以说有一些其他的关于电影的反馈呢其实是在大年初一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的。好像这个片子还是徐峥跟其他人有什么对赌的协定啊，所以说也算是春节档之间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大家的期待值比较高的，或者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的一个电影吧。嗯，现在呢大家不能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所以说这个电影呢突然之间就是免费放在网上请大家看，就是好像是虽然说是电影院好像是对这个决定非常非常不满意啊，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说呢，其实还是要
潘叫好，觉得这个决定其实对我们大家是蛮有好处的。对，也是比较理解这些电影院线这些的吧，就是这个电影你说你现在上不了，撤档了，但是这个就是说本来的话是想，哎呀，可能这事过了以后还是能上电影院的，这个钱只不过现在赚不到，以后还是能赚到的。但现在如果就放到就是免费给大家在网上看的话，这个就基本上是赚不到这个钱了嘛。然后问题是他开了这个头以后，那其他那些贺岁片怎么办？其他那些贺岁片是不是也是要跟着，然后在网络媒体上面就是直接公布了吗？那这个真的是对那个电影院的影响很大，对电影这个整个行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真的我不能说是个好事或者是个坏事，但是一个可能会带动一个很大的改革。这应该也算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吧。嗯，可能也是跟这个电影本身的投资啊、宣发啊、这个团队啊，就是都有很大的关系。我看到一个小新闻，就是说囧妈这个片子呢，就是给网上平台免费去播放嘛，然后就是国内的抖音的母公司叫做字节跳动，付了大概6.5亿人民币的这个样子去购买这个电影播放权。其实呢，对于徐峥来说呢，并不是请全国人民看电影啊，他还是怎么说呢，为止损吧，可以这么理解吗？对，就是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收入的。对于我们普通观众来说呢，其实就是挺不错的一个事，因为一个免费看这个电影。但是对于以后呢，是不是对这个电影业啊，对电影院里面去看电影，整个中国这个一条龙的这个行业呢，是不是有一个冲击？很多人跟我说啊，是不是会变成就是国外关于网飞的一个第一步和一个起点呢？这个东西现在还不好说啊。嗯，那么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囧系列的囧妈。这个呢，也是根据徐峥来说呢，他好像是做了一个发言，说这应该是他囧系列的最后一个电影了。嗯，对，首先我对整个囧系列没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好感在那边，我觉得就是，第一个的话，我觉得还 OK 吧，反正就是那个笑点还挺高的。到了港囧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是没有很多笑点了。然后在这部片的话，我其实还是就是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徐峥永远在说同一个故事，把这个故事就是千方百遍的再重新再说。但是它没有很多就是惊喜点在这个里面吧，我觉得感觉重复性比较强嘛。嗯，他永远就是演一个就是中年有中年危机的这么一个男人，然后是怎么样去也不是说摆脱这个中年危机，而是怎么样去佛系化这个中年危机吧，就最后接受这个东西。每一部电影都在说这样一个玩意儿。我其实也是就是对人在囧途印象比较深刻。嗯，我觉得大家其实喜欢徐峥也是从那里开始吧，就是人在囧途呢，他毕竟是这囧系列里面的第一个，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就是徐峥本人对这个囧系列的这个旅行故事的这个结构和这个徐峥式的喜剧呢，还是属于有一个非常强的新鲜感，因为它毕竟是第一部作品。嗯，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片子的接受度呢其实是蛮高的。我对人在囧途我也觉得其实还好，就是看一看的话觉得像中国喜剧呢也算是一个小区块吧，所以觉得接受度是蛮高的。泰囧呢基本上就是比较耍了，像你说的这个囧系列的每一部电影呢，它都有很强的相似性，因为它都是旅途电影，对吧？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就像你说的一个中年人嘛，就是事业稍微有小成，但是还不是属于那种非常辉煌腾达的那种人生境界，面对各种各样的中年危机，然后这个必须跑到公路上去旅行，然后在公路就是这个旅行的过程中呢遇到各种各样的就是不痛快的事儿。但这种电影呢，其实以前我们在好莱坞这边呢看到很多类似的喜剧都挺多的。那么像囧系列呢，总体来讲呢，它是使用一样的构架，不同的人物名字，可能是跟不同的人有这个互怼的过程，然后在从 A 点到 B 点之间呢有各种各样的阻碍，然后他们通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方式，或者是变换交通工具啊，或者是遇到其他的集结将神的神来之笔的相助啊，就是最终呢还是能够达到目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喜剧嘛，所以说要用喜剧结尾，所以像你说的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就是中年人或者是克服了自己人生中的挑战和困惑，或者是干脆就是达到了一个平心静气可以接受这些矛盾的这个境地。所以说到第四部呢真的是不太能看到新东西了。
对。而且呢，我觉得作为这个喜剧创作吧，它其实也是对编剧的要求也是蛮高的。如果要是说，你看到这些东西呢，相对来说比较短、比较段子化、比较小品化。那么我看到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说非常快餐式的笑料，然后这个笑料呢，其实并不对整个这个电影的全程呢有特别大的提升，是并不真正去深化一个人的性格啊什么的。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我觉得其实这种就是小品化的笑料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拿它当个贺岁片看看乐乐呢，其实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是我们看这片子现在是免费的，但是你要是说这个片子真的是在囧系列里面不是一个满意的句号，我觉得其实它在囧系列这些电影里面的质量其实也算是中等偏下吧。我觉得这个整个系列就不怎么样，所以这个系列作为一个句号的话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作为一部电影来说的话，这不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电影。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这个剧本不严谨，就任何事情发生都是非常莫名其妙，前面没有铺垫，后面没有延续性的东西，或者是很多就是间插性的这些小故事跟主线又没有很大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整个感觉就特别松散。整个感觉他跟他老婆的这段关系和整个在美国发生的事情跟他的这条主线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后面发生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又是像奇遇一样，是根本是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后面什么熊啊、热气球啊各种东西出来的时候，已经觉得这不是这个就是这部戏里面应该有的东西，不是在说应该说的东西了。我对这熊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觉得有点长，因为这个片子说是126分钟嘛，但是当时其实看的时候看到大概110多分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字幕了。所以说这个片子其实你仔细想想了，故事的长度呢其实是115分钟这个样子吧。我觉得那个熊那部分真的是又长又莫名其妙。而且另外一个，当他们就是完全是错过了火车之后，然后天上突然飘下来一个热气球，我觉得这也算是就是类似囧系列电影最后就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必然使用的一个手段吧。就完全就是天降神来一笔，就直接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大剧院门口了。所以这种东西也是属于就是编剧把自己写到死角里面去，然后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最后就是给自己一个出路吧。但其实这个片子主要还是关注于就是伊万，他是叫做徐伊万嘛，跟徐峥是一个姓啊。伊万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他就是在火车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现在这个人生这个位置呢也算是试图是用这个人物的人设向我们大家讨喜吧。因为伊万这个人其实本身是一个就是比较普通的人，应该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不应该说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应该是多多少少会认识会比较熟识这个人设。就是他现在是40岁多一点，他电影里面说他应该是1977年出生的嘛，所以说现在应该是42岁吧，43岁了。然后呢是一个生意人，但不是一个生意强人，他是一个理工男，但是感觉好像是理工味道也不是那么重啊，其实他老婆的理工女的味道比他的理工男味道还要重一点。然后呢就是他的婚姻也不是特别幸福，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他还是个妈宝男，所以说就这些人设呢都堆积在他身上，感觉好像就是我们大家应该看到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年人，一个比较油腻的这个中年人形象。老张，你觉得这个人设你觉得是有熟悉感吗？没有，我觉得他不是个理工男也不是个妈宝男啊，我不知道你怎么能看出这两点。他是一个老板，然后他跟他妈非常不合，妈宝男说的是那种什么事都听妈的那种，所以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吧。但是我就觉得反正就是他这个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跟他其他角色其实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就是太多部徐峥电影里面他都是在一个离婚边缘的男人，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们看了太多了，包括之前还有一部就是他做了一个悬念的那个，是吧，被关在一个房子里面的，也是这么一个 A 或者 B。 对， A 或者 B， 对，也是这样。 对， 对，所以就是说我现在看徐峥就是看100部电影都是在演一个角色，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大的创意在里面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失望的一点。就你完全可以做出更新的东西，但是这可能是他的鸡贼吧，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角色处在这样一个就是中年危机的状态上，更能够就是让观众有一个能联系得到吧，就是这个鸡贼的这一点吧，
但真的就是没有什么特大的意思，我觉得。还是就是对这个人设有点过度熟悉了吧？嗯，因为我觉得我们对徐峥感觉最好的一个片子，其实就是《我不是药神》。嗯，但是在《我不是药神》里面呢，这个电影的大整个大段的电影桥段里面，他其实都是一个感觉好像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这么一个人设。那么跟他就是囧系列的这些电影呢，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对那个片子多多少少就觉得新鲜感非常强，对那个片子的接受程度也稍微高一点。他的人设还是一样的呀，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就是为了他好像就是他跟他老婆离婚了，但是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带孩子嘛，然后他就要争取能带孩子，那就要有钱可以就是可以安排这个孩子的事情啊什么的嘛，所以还是在同一个角度上面的。只是那部片子的话，可能就是他的就是主线来说是更有意义一点，而不像囧系列，就是说主线的话没有那么感人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他还是非常努力的想做这种就是笑容带泪的那个效果的，只不过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嘛，这个效果并没有真正的烘托起来。嗯，我说他是就是有点理工男的味道呢，因为这个电影里面就是从最开始开始一直到最后，始终是在强调，就是说他和他的夫人叫张璐啊，他跟他的夫人两个人一起研发了这个暖爸的这个科技。嗯，然后这个科技呢，就是他好像是因为这个科技被他跟他夫人两个人组合一起研究出来了，所以说他现在有他现在这个生意的这个。这个环境，就是他现在钱上面是不发愁的，然后在国内有一定的这个生意起色，嗯，但是这个东西还没有发展到美国去。那么他夫人呢，跟他要离婚之后呢，要把这个专利呢拿到美国去发展，不在国内发展，这样呢跟他呢就是有一条线划开。从这个点上来看呢，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些理工男方面的一些元素吧，但其实跟他这个以屏幕上我们看到这个人物身上并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我是说，就是电影没有任何的理工男的技能啊什么的在电影里面用到吧？嗯，对。另外一个，我说他是妈宝男的，我就意思就是说，嗯，他妈妈指定是试图过度关爱他了，这个东西是这电影里面的基本矛盾。但是对于他一个已经有一定基础的生意人来说呢，他好像是对这些东西既抗拒又接受。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说他在屏幕上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希望妈妈能够喜欢他的这么一种人设吧，但在过去的某一个时段里面，他必然是妈宝男，就是在妈妈会不停地往他嘴里面塞东西啊，这个如果你要是对这个东西很抗拒的话，你是很明显的会表现出来的，就感觉好像是说在火车上虽然他们有一些小矛盾，但这些矛盾呢其实都是儿戏的矛盾。对于伊万这个人来说呢，他妈妈做的事情他其实是完全在他期待之中的，虽然他表现出来各种各样的惊讶，但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些东西都并不是真正的惊讶，只不过是对他妈妈整个这个人的就是全体了解上一些花边细节而已。嗯，就像你刚刚说的嘴里面不停塞东西，那个就是我觉得是纯为了搞笑而这么拍的，就是对于当时的环境，就比如说我在微信上面我一直要聊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跟别人，我一直在那边发布指令，我是不可能一直接受我妈往我嘴里面一个个塞东西的吧，这个场景就是完全就是拍出来就是为了一个搞笑，没有任何的就是意义或者是根据在后面的，这太不可能了。嗯，其实这个电影里面之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就是笑料其实怎么说呢，都是属于没有什么力度，另外就是非常非常小品化，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就这些东西呢就是并没有真的给这个电影带来什么分量。就是在这个电影他刚开始上火车的时候跟他妈妈在一起，那个时候就是围绕他妈妈在火车上，他妈妈作为一个脖子里面扎着一个彩色围巾的中国大妈妈，就是上了火车之后安排带了各种各样的行李，带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吃的这些东西，就这些东西呢好像是想要给我们一个强力的接受他妈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这么一个机会，这段努力。但这段努力对于我来说呢，就是真的是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这个样子并不是因为他妈妈做的事情我不认同，而是因为这些笑料的设定，比如说像他妈妈会一转身就把他的手机拿起来一下子就拍在那个方便面的那个小盆里面，然后呢就是这个手机呢感觉好像是应该是几天不能够再用了，我以为呢之后会有很多其他的笑料点呢是从他不能够使用手机的这一点上传开的，但是后来感觉好像这些东西并没有真的被利用。
另外一个就是说像伊万在火车上会有这么一对夫妻嘛，好像他们在说一些蒙古话之类的，不说普通话的，每次他都会一不小心打开，然后这夫妻两个人在争吵，他打开门，然后这老公就过来，然后把他扔到这个过道里面去，就出现了好几次。但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非常抓过来就用的这种快餐式的，就是汤料包式的这种笑料，对于我来说感觉好像是，如果你想精心打造一个质量高的喜剧电影的话，这类笑料其实是应该避免。嗯，对，而且里面呢，就是所有这些人物客串啊，就比如像沈腾啊、宋小宝啊，这些都是非常僵硬的，给我的感觉是，就是跟主线故事是没有任何的设计的，就是我们这边需要有个人客串，那么就直接套进去的那种感觉。嗯，对对对，其实它整个这个剧本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所有东西都是套进去的。你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在去俄罗斯的路上吗？也不需要。你这可以长途火车坐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生这些事情，甚至俄罗斯这个地方他妈要去俄罗斯去表演这个东西，你放成是日本也完全没有问题，只不过就不能坐火车了，就是坐飞机嘛，对不对？但这个整个剧本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很没有东西的一个剧本，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套，就特别方便特别快餐的这种感觉。嗯，对对对，你说如果你要是想出国，然后呢他这个电影呢需要这个环境，就是说要把他和他妈妈在一起绑定四五天这个样子，坐火车出国，除了去俄罗斯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去吧，去朝鲜去越南也都可以是吧，对对，从最北的地方像北京之类的地方，他好像是应该是上海人设定吧，因为他妈妈好像是说了很多上海话，就是方言味道的普通话，但是我这个东西我抓的不是特别准。老张，你是上海人，你觉不觉得他是应该是上海人设定？徐峥他每次演的角色好像都是上海人吧？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没有很大变化。嗯，还是这样，还是这样，老旧瓶装新酒。我对这个片子呢，就是有这种看法，就是说你如果想描写一个中年人。那么就是对中年人这个挑战呢，就是是不是可以再剖析的深一点，或者是态度呢更犀利一点。就是现在伊万这个人呢，我们在开篇的时候就看到他跟他老婆呢是有这个婚姻问题的，就是他老婆来了，然后呢就是跟他说我们要离婚，这是这个电影的开场。然后呢同时呢通过他们的对话我们也知道了，就是说他老婆要出国，所以说他想要出国，这是他准备出门的这么一个动机。但是他跟他老婆之间的就是感情呢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坏死了，并没有真的被讨论，就是甚至到达最后呢给他老婆发了就是情深意切的这个短信啊，说啊感谢你这么多年为我做的事啊这些东西的，可是真正并没有去讨论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婚姻是走到这一步，也并没有讨论就是他们的感情到底是因为两个人之间确实是有距离而坏死了，或者是他老婆确实是移情别恋了，而且这个东西感觉好像是非常非常就是儿戏的这么一个设定啊，这两个人要离婚了，然后其他的事情就不再说了，说的就是他老婆要到美国去发展，然后感觉他老婆好像是在生意头脑方面啊，做事严谨程度方面啊，就是对自己的自控方面啊，其实都比徐峥的级别这个人物的级别要高很多。嗯，就有些时候看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交谈或者是交对手戏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他们应该有更深刻的东西出现，可是在等啊等啊等啊，一直就真的没有出现，两个人也没有真正的去交心，最后就是说啊，就是干脆我就让你走吧，我就放弃了吧，反正我们到这个样子了，就是没有办法重新开始了，还是感谢你陪我走过这一路，我们且行且珍惜吧，就这样就过去了。所以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是错失了自己的机会的。对，我就觉得就是反正每一次切到美国的时候就感觉不是同一部戏，感觉就特别的尬，放在那边看的话，你或许就是你把这一部分完全就减少，你把重点就全部放在就是火车上面的这些事的话可能更好一点，但是他因为安排了这个就是他的矛盾的接触点是发生在美国，所以他就不迟的得切回美国那边的那些事情，但是美国那边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就一些很无厘头的事件，然后也不是拍的特别的大型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就每次觉得就是特别的有打断这个故事的节奏的感觉。是美国的东西做的比较小气吧，嗯，比如说像他这个
这个副手呢叫郭贴儿，对吧？嗯，就是郭贴呢就跟到美国去了。然后他这个张璐呢，在美国跟美国这个公司谈生意，这个郭也并不清楚的去解释，就是郭贴怎么可能跟着这个张璐，然后一路就跟到公司里面去，然后呢，就是如何在这个公司里面来来出出、进进出出的，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夜里面还可以混到这个公司的这个办公室里面去，然后拉开这个抽匣，里面全都是纸化的这个档案呢、啊。然后他就说着：“哎，人家这个档案做的好清晰啊！是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明显是小品式的东西，可能跟这个片子有四个编剧有关系吧。就是他必须往这个地方插进去一点笑料。那至于我们在海外生活过的人，或者甚至在国内你在私企或外企做过一段工作的人，你就很清楚的会明白，这个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的嘛！你是怎么大半夜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个公司里面的人，然后进到这个公司里面去，到人家高层里面，然后找到。”这个办公室拉开这个档案，我们现在都是无纸化的东西嘛，然后要找到这个合同，看看这个合同上的价钱是多少。我觉得这实在就是给、完全脑子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人，或没有这个人生经历的人去看的。这个东西既然它叫囧妈，我觉得他是不是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就考虑，其实就是给中国大妈们看的，就是这些人是不是对美国的东西，就是这个工作环境不是很熟悉，才会对这些东西笑得起来。嗯，而且就特别你前面说的有一点，就是他的妻子，就是他的还没有离婚的这个妻子，好像在就是管生意方面比他更有一手。但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每次开会的时候他都会不管别人在说什么，拿起自己的手机就起来，然后要去看手机，然后最后那个在街头也是别人都回来跟他说我要重新跟你谈生意了，这是对他很有利的一件事情。他手机响了马上就是不管别人，招呼都不打一个，拿着手机就跑到那个路口，然后就开始那个看他的手机还是听他手机我忘了，反正就在那边看那个消息了嘛。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你一个正经的生意人会做的事情啊。然后那个镜头又让我想起，就是之前我们看那个雷佳音和那个什么来着那部片子一样，就站在那个路口，然后这个镜头开始围绕他转，然后就那种感觉，就觉得特别让人出戏。就这个东西拍的没有逻辑化。就是不是特别真实吧，嗯，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些小品化的细节呢，就是完全为了把电影往前推服。实际上电影呢并不是真的是很在意这个生意是怎么样，我们大家看到呢其实就是伊万其实在这个地方挣扎，因为他并不想离婚，然后他其实是夹在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婆中间的嘛，他应该是跟他的老婆关系不好已经很久了，但是呢他老婆呢其实仍然是保持着跟他妈妈这个和谐感，在信息上呢就是搞不对称，但是仍然是跟他妈妈搞好关系，并不因为我跟你儿子关系不好了我就跟你使眼色，并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说人家是非常大气的啊，做事情是就标准的这个正确做法，正确操作。那他妈妈呢一直就是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其实是需要一个小孩，有这个小孩之后呢就会就是感情和关系就会更稳定。这也是我们中国式的就丈母娘嘛，中国式的妈妈对孩子的一个标准期待。那么对于伊万这个人呢，他已经42、43岁了，那么仍然没有小孩呢，对于一个妈妈来说应该是比较焦虑吧。所以说在这一点，这其实也是这个电影里边就是大概1/3的这个妈妈给孩子的压力也是这样。嗯嗯，既然叫囧妈妈，当然这个妈妈应该是第一人物，伊万应该是第二人物。但是我总觉得这在火车上试图去体现这个妈妈是什么人啊，有些地方做的是比较成功的，有些地方做的真的是就是有点过格，或者是真的是做的很多无所谓的动作。你对这个妈妈的这个设定和这个具体表演你怎么看？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样板化，非常的小品化吧。就很多东西还是，然后就比如说手机坏了要放在那个米里面，这个东西真的是我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个天哪，这是几十年前就是网上传的这些东西，你现在放到电影里面作为一个知识点来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看不下去啊。
然后我一直以为这就放在这电饭煲里面，然后什么不小心后来人家给煮了，或者会发生这些事情啊什么的，也没有。对，我也期待这个手机会被煮了，并没有，但是并没有。哎，这是后来像我说的，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个手机不能够用啊，插在米里面，以后会有更多其延展出其他的笑料。总的来说会提升这个喜剧包袱的这个质量吧。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抓过来马上就用完之后马上就忘。后面呢没有其他的就是跟随性的东西，所以说感觉这些东西就是实在是太快了，用完就忘的东西太多。总体来说对这个妈妈的设定呢，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还是蛮成功的。这个黄梅莹啊，也算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演员了，就是体现这个人物呢是没有问题的。他不知道带了多少东西上火车去吃，这个呢是我比较有切身体会的这种妈妈式的行为。但是为什么他会在出门的时候带着自己儿子的护照，我不是很理解。所以说就是在徐峥最开始的时候看徐峥就是去美国，然后突然之间发现在机场他并没有带他的护照，就是他需要就是把锅贴送到美国去，他自己回家去找护照。他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的护照并没有在自己家里面，而是在他妈妈家里面，然后他就跑到妈妈家里面去找护照。这一点呢就是比较生硬的情节设定的起点了。然后到妈妈家之后呢，发现这个家里面除了指纹锁之外，地上还钉着个大锁头，然后大锁头是锁住的。不明白为什么当时他就意识到他妈妈是去俄罗斯的火车上了。然后因为他妈妈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出门买菜的时候只要不在家就需要在家里面钉一个大锁头呢？然后他转身他就出现在火车上了，就感觉好像是已经知道他妈妈在这里有定位啊，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车的时候也很奇怪，就是有一个列车员嘛，这个是感觉像东北大汉，时不时出东北味的这个大汉列车员，然后就会轻轻松松让他上去。他怎么走到这个国际火车上去的，我也是很奇怪的。因为现在检票都已经是实名制检票了，你是没有办法轻易的就上火车的。这个站台票现在还存在吗？我的理解是不存在了。对，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可信的东西，但是发生在囧系列里面呢，你就必须要相信。后来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在火车上的东西呢，因为它这个囧系列已经在这个旅途上了，很多比较奇怪的东西会出现。你既然看囧系列了，那么这些东西呢，你就需要接受。但我没想到它这个起点这一段呢也这么就是草率吧，让我觉得有点惊讶。整部电影不是这个节奏，我觉得是。但是后来的话就还好，因为他在火车上呢基本上就是分三段。第一段呢就是他就是如何应付他母亲的这个吃，对吧，也是如何在应付他母亲的这些食物啊，就是接受他母亲现在的生活条件啊，就是各种拿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啊，然后拿出小番茄，拿出红烧肉，他妈妈不停地管他啊，不停地给他妈妈式的建议啊，就这方这是一段。第二段就是他遇到这个俄国小姑娘，就是住到他上铺的这一段。然后呢等到俄国小姑娘这一段过去了之后呢，第三段就是他跟他妈妈在火车上吵架，然后就是离开了火车。离开火车就是熊出没的那一段，然后这三段呢就是都是在火车上。那之后再就是热气球出现了。这些东西呢我觉得看囧系列或者看这旅途式的电影系列吧，多多少少还是有期待值的，就是这种无厘头的东西一定会出现。只不过就是我觉得至少在起点和终点的地方呢，它应该做的稍微有分量一点，稍微相对严谨一点。但是呢在起点和终点现在我们看的其实也是蛮草率的。就是觉得这个片子好像是在编剧方面呢确实是没有什么新主意了，应该是这种样子。而且他缺少一个像王宝强这样的一个搞笑人物在里面吧。就你发生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以前的这些电影里面，他总是有一个就是不停的在那边做搞笑的事情，那么可以让你分散这个注意力，你不会去分散，就是去太注意这个事情怎么是这么出乎意料的，对不对？但是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大多数场景它不搞笑，比如说下了火车碰到了熊，然后熊被打死，被俄罗斯人接到船上去什么的，没有一点搞笑的东西在这边。就是作为一个喜剧的话，你缺乏了就是搞笑部分，让人看到的都是一些不可思议的就是扭转，剧情扭转。我觉得你说那个像王宝强那个人物吧，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应该是由郭贴这个美国的这个替身啊，
应该是由这个人来出现填这个空的。但问题就是他跟这个主线没有关系，他永远是在副线里面的，就是永远不会有什么互动的。嗯，对。而且另外就是说，在这个电影对他没关注的时候，他就消失了，因为他在美国，所以说如果他不给伊万打电话，伊万就很难找到他。伊万忙别的事儿的时候呢，他就不会给伊万什么压力。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呢，这个人物就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因为当伊万在处理自己身边的一些紧急的事儿的时候，如果这个美国的东西突然之间出现，要跟他说啊，不行啊，老板，你必须告诉我这个事情怎么做啊，这就造成了伊万在这怎么说呢，在这个旅途中的一些尴尬和压力嘛。这其实是喜剧的来源之一。这时候呢，他就会犯错。这时候他就会，或者是在物理喜剧，他在身边，或者他就犯什么错误，摔倒啊，或者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就有动机了。或者有机会了，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呢，就并没有利用这些东西，所以说就是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的锅贴，就是基本上是浪费掉了。对，就是我们之前看那个绅士们是吧？这个剧本的话，就是人物之间不停的有互动，就很多东西的话，就是把笑料都给制造出来了嘛。这个人和这个人动到一半，没想到这个人又回来了什么的，就这一类的故事就容易去写，然后写得很好。但是像这个囧妈这条故事线就是非常的单一化，就永远所有事情都是发生在徐峥跟他妈之间的这些事，然后不停的穿插进来乱七八糟的事情，但很多人物是没有任何 callback 的，对吧？包括这个贾冰演的这个列车员吧，对吧？到最后说，哎呀，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到终点，是吧？那么我以为他们就是啊，去演唱完了，然后要回国的时候，仍然在莫斯科坐火车回来，然后在莫斯科的车站又碰到这个人，然后这个人会说些什么东西，得有这样的 callback， 你知道吗？但这个电影里面就没有。对对对对，还是跟所有其他东西一样，就跟那个就是电饭煲里面装手机一样，这个东西就是用完了就忘了。所以说就是觉得好像没有这个首尾呼应的这个精神啊。就是这个列车员也是这样，然后就是在里面呢，沈腾的这个那个出现算是一个小包袱，也是就是彩蛋一下出来就算了。然后对，就这种东西在电影里面特别多，而且我觉得这个列车员其实蛮浪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列车员呢其实是有挺强的喜剧元素在他身上的，对，但总是给他这种一句话式的东西，就是对，一开始很多地方他的节奏感特别的好，比如说在门口说啊，他们说哎，我又没办法补票，然后他说可以补票什么的，这些节奏性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当然到后面的话就没有继续利用这个人物的这个本身自带的这种喜剧节奏性的东西了。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东西的，就是比较好的点的，举个例子呢，就是说当他就是决定坐一站，然后就下火车，然后就寻找机场，然后去美国，他还是想做他应该做的事，但等他下了火车之后，他看他妈妈放在他手里面的那个宣传单，他发现他妈妈其实是交了20000块钱去自己花钱去参加这个演出的。然后呢，他就突然之间意识到，就他妈这些事情都不跟他说，宁可花20000块钱去做一个事情，其实对于他妈妈来说，可能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有意义。然后意识到，其实他并没有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跟妈妈真正的花什么时间，就觉得好像是对妈妈仍然是有一种歉意吧。然后思考了一段时间，就是在这个上楼梯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精神上面的搏斗，然后最后呢，决定还是回来，然后就是重新出现了一个扒火车门的这么一个桥段。就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其实做的是蛮好的，就是他对他妈妈其实又爱然后又烦，对吧？那么之后他在火车上呢，其实仍然应该就是继续延展这个东西，就是真情在他上楼梯的那一部分那个镜头里面我是体会到了的。但是很遗憾到后来呢，这个东西就被他妈妈不停地往他嘴里面塞东西啊，然后他脸上戴着睡觉的眼罩，然后还要撅撅嘴啊，做那个样子，我看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曾经是一个妈宝男，这个人物一定是曾经是妈妈的好宝贝，就是真的是就是这种感觉的。然后这些东西就是被电影里面其他这些质量不太高的笑料就冲淡了。我觉得另外就是你说到这一点的话，就是还有一个没有 callback 的，就是这个一人给20000块钱去俄罗斯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个骗局？到底这个组织他们去这个东西的人物是谁？我一直以为啊，会有那个
黄渤客串嘛，我一直以为啊，可能因为电影看到后面一直没发现黄渤人呢、啊，黄渤人呢、啊，那我觉得黄渤在哪儿啊？黄渤是在最后那个后面的那个彩蛋里面，所以我一直觉得他们应该到了那个俄罗斯，然后就是搞这个活动的，应该黄渤这个时候出现吧？也没有，就到了俄罗斯以后，这个事情就是理所当然发生的了。就是真的会有这样一个老年这个歌唱团，每人给20000块钱去俄罗斯去唱歌。那么他母亲作为一个主唱，他肯给这20000块钱，我也就相信了。这个团里面最后站到舞台上，看上去起码有30个人吧。这些后面唱合唱的也愿意一人给20000块钱，然后再自费乘飞机去莫斯科，这个我不是特别相信。然后后面也没有一个解释，就是最后这个公众号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呢？就是说你一开始要说这个可能是个骗局，让大家有一个疑问的这边，你最后没有给大家任何的解释，这个又是一个就是失去一个 callback 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剧本不是非常的严谨。对对，这个剧本不严谨，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最后面唱歌的那一段啊，我就觉得其实是特别失望。我可以理解他要把这些中国大妈都放在台上，然后去，然后用中文去唱，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为给中国大妈们，就观众们一个泪点嘛，就把这个电影的是情感气氛烘托起来。但我觉得在情节处理上，有很多其他的情节处理方法可以把这个地方做得好一点，因为现在呢，感觉好像他们其实是参加一个真正的演出。然后呢，就是卢小花是他妈妈啊，也是就是其实是这个队伍的带队，他们去了，然后就演了，只不过是晚了几分钟，但是仍然是最后是强硬式的参与了演出。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来写编剧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把这个东西安排成一个骗局，就是说卢小花到了莫斯科，千辛万苦到了莫斯科之后，然后发现其实他是完全没有出演这个事情的，就他会在剧院前面看着他。就是千辛万苦来到莫斯科，有满腔的期待，希望能够圆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个梦想，在这里在红星大剧院做一个演出，但是其实是花20000块钱被骗了。他儿子一直在跟他说他是被骗，但他不相信这个东西，就好像是国内的很多其他的像什么健身啊、养生啊这些产品啊、购物的这些产品啊、这理财的这些产品啊，老年人经常被骗，就是其实这个梗是可以套得上来的。然后他就没有深谈这个东西，他可以完全说其实老年人也怀疑这是一个骗局，但是就是这是他生命里面的最后一个愿望或者是一个希望，带着希望去参加这件事情，就这些东西你完全可以去深挖，把这个感情线给就是填满，但是他没有去做这些事情，就少了一个社会责任感在这边。而且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会给这个卢小花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演的机会，就是他脸上会有很生动的这种很复杂的感情嘛，但是他没有办法。然后他儿子呢，如果在这个行程上跟妈妈重新建立起来了情感情绪上的联系，在这个时候你看有个儿子有用了吧，这个儿子就跑过去跟这个剧院的人聊天，然后可以让他妈妈在结束下面可以是没有观众的时候让他妈妈去唱。我觉得这个时候这种情致、这种情节啊，会给我作为一个儿子来说带来更大的满足感。他们现在的安排就是让你有太多的出戏的地方了，就比如说你们一群人在上面唱中文，下面俄罗斯人都在那边就是重新回到席上面来弃听，或者那些乐队就是跟着他们弹什么的，就是你这故事里面已经介绍了他妈妈是会俄文的，他为什么不唱俄文呢？对不对？这是一个点，其他人应该对这合唱团就是经常会唱英文啊，唱俄文，这是已经不奇怪的事情了。他就是因为让这个歌词能让观众听懂吗？是唯一的理由吗？我就觉得就这个整个安排就是没有想得非常的清楚，我就觉得包括他们就是那个就是看不到脸，就是那个幕降到一半就到他脖子这边就给切掉了，然后一个人就这样出来然后唱歌，太他妈诡异了吧这个。我这看那个地方的时候，回头我就是跟这个电影说实话看的也挺奇怪的，因为这个片子是大年初一有这个上线的嘛，所以大家都可以看。然后我们家里面的人呢，就是大家就围着个桌子，然后桌子放了很多零食，我们四个人坐在桌子围着桌子，每个人拿着自己的手机在看这个片子。然后一边看的时候，我们一边就是会说这个地方嘛。
然后就会我自己的态度呢，就是说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真的就是应该让他妈妈很失望，然后儿子出来为妈妈出点什么力，因为到目前为止，儿子一直都是在给妈妈制造矛盾，他们两个一直都是在相互之间有这个纠缠，但是并没有齐心合力的去做什么事情。这个儿子并没有真的去同情或理解妈妈，这时候应该给儿子一个同情点，让儿子去同情和支持妈妈。然后呢，你之前在火车站上不是遇到那个什么娜塔莎了吗？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每次提到就是来自俄罗斯的小姑娘，她的名字都叫娜塔莎，嗯，对吧？你不是遇到娜塔莎了吗？这个人物你可以再利用一下的，对不对？或者是你不管怎么样嘛，就是她在应该可以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给我一次首尾呼应的东西，我也会觉得这个电影总体来说更加精致，整体感更强一点。没有，然后他你就可以完全去让这个儿子去真就是真情实意的去跟这个剧院老板去经理啊什么去解释，这样大家都退场了之后，这妈妈到舞台上站一下，看一看下面空荡荡的席位，然后唱一个歌，也满足了自己的心情。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会造成更好的泪点。但这个片子呢，基本上就是一定要给一个过年的大团圆结局，让这些就是看电影的母亲们觉得自己能够得到了理解和共鸣吧。最后一定要有这种下面一样拍掌啊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其实是相当不可信。就这个片子起点的时候呢，就蛮草率的，结尾这个地方也蛮草率。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妈妈是一个歌唱演员，在不是歌唱演员了，但其实一直应该有这个兴趣。但这个东西为什么就是在这个电影整个这个就是火车上不能够更努力的点一下，就在火车前面的一大段一直在纠结关于这一万的个人生里面这些东西，就是真正关于他母亲的东西并不多。他母亲坐下来呢就是抒情，就是在一个雪地里面抒情，然后抒完情之后就来了熊。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跟他母亲就是在熊来了之后，就有一段他妈妈就是一段抒情关于回忆方面的事情，这是两段回忆。但这两段回忆我觉得是时间上都切的不是特别准。嗯，就他妈妈为什么半截突然之间在火车上跳下来了，我觉得你不是应该去唱歌的吗？中途在火车上跳下来了，然后这伊万在拖这个行李箱在后面去追他啊，追着。然后就是他妈妈还在公共汽车上，然后他自己跳到后面的公共汽车上，然后公共汽车追公共汽车，然后他妈妈在什么地方下车，他神迹一样的就知道，然后在后面追，然后追到雪地里面去，然后是一个有熊的雪地，就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没有想过，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把这个宇宙做得太小了，你知道吗？就是下了火车，你所有的 bus 都是去同一个点的，然后下了 bus 以后，那么大一个森林里面，你可以找到你妈。这个就是把世界做得太小了，就像我们说那个星球大战一样，你就是那么大个宇宙，你出去永远就是几个认识的人，永远能撞得到，这跟你家小村外面这些就是邻居啊什么的没什么区别。确实是这样，而且我都可以理解，像这种路上的这种喜剧吧，就是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喜剧电影嘛，所以说这种奇遇式的东西应该就是必然是要存在的。但是你至少你在安排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稍微有点就是理性化吧，让人觉得就是这可信性稍微再强一点，就是不要。而且那个熊出现的地方是一个儿童玩的公园，嗯，就是他们在火车边上，就是从那个站出来之后，到底走了多远，走了多久，我也是很难去理解这个东西。最后还拿出一瓶蜂蜜倒在那个转的那个儿童玩那个转盘上面，然后把这个小熊给转晕。那我觉得从喜剧上，当然了，就我们在看喜剧的时候，这些喜剧包袱都是相声一样的东西，就是不能把它完全当做生活里面的真实细节去理解。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要是有生活里面的真实基础的话，我觉得它的喜剧感会更强。现在感觉就是真的是完全是小品一样的东西堆砌起来的。嗯，而且主要就是这两个人开不了太多玩笑，因为到底是一个妈妈和儿子的这样一个角色。就很多你比如说看美国这种喜剧里面，就是两个人遇到熊了，总会他妈的哦，不可思议啊，这他妈是只熊嘛，我们怎么会碰到熊，这不是有儿童乐园的地方呢，谁会把儿童乐园建在一个有熊出没的地方啊什么的，就会很多这种槽点。两个男人一般在这个 road trip movie 里面嘛，就基本上会吐槽这些东西，但就是你因为人物设定是妈妈跟儿子，这种对话就很难出现了。
而且那个地方就是是安排了他妈妈有一段抒情，嗯，这是为什么？就是那段戏呢，总体来说就是没有这些，就是怎么说呢？搞味的这些对白，他妈妈在那里坐着就说说呢，我也完全没理解。这个电影里面就是安排这个人物的背景、故事介绍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比较失败。首先是伊万跟他老婆的感情关系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到底有什么样的转机？为什么伊万仍然非常喜欢他的老婆？那证明伊万其实就像我们上周讨论的这个关于感情方面的电影嘛，就是说有可能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大男人，他就是一个直男，所以说他感情里面出了问题他不知道，他只是自己以为好像是应该是一切都是很正常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慢慢的感情死去了。应该是在伊万身上也有类似的故事，但并没有真的去剖析他。另外一个就是他妈妈，他妈妈跟他妈妈的是跟他爸爸，很明显当年也是关系不好的，但这个关系不好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其实想让两个人的灵魂进行碰撞的话，这些东西都应该打开说，但最后并没有说，只不过是他妈妈有一些当年的美丽回忆，回忆过去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属于这种抒情啊，并没有真正带来我们的情感联系。但毕竟这个地方是抒情啊，坐那里，然后这个熊出来了之后，我觉得熊那个地方好长啊。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个今天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影制作啊，也是挺给力的嘛。你看这几只熊做的都挺像的嘛。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在手机上面看的话，可能就是看不出太多细节什么的，还是觉得 OK 的。但我在电视上面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还是挺粗糙的。还是挺粗糙的啊。反正这个整个一段我就是特别不喜欢嘛，包括最后那个什么俄罗斯人在船上面搞婚礼，突然之间会有人拿着枪从那个船上面走到那个冰川上面，然后开枪打死那只熊，这个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时间上面你都来不及。你说我在船上搞婚礼，突然看到远方有两个人被熊好像逼到了树上还是怎么的，然后我要去拿枪，拿了枪然后几个人下船瞄准开枪，这他妈时间段是怎么样安排的？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就莫名其妙被这些人拉上了船里面去。就是你救了人以后，你不应该打电话然后就叫医院啊，看这些人有没有受伤什么的吗？没有，就直接哎，我们在搞婚礼，你们一块来吧，就这么进入了。对，喝伏特加就把所有的伤都治好了。这是我们战斗民族的习惯。奇怪的就是他这个枪为什么是麻醉枪？为什么不是真枪？对啊，对对，难道你就是常年其实本身就是个兽医吗？多说点啊，多跟我说一点啊。就是啊，对，就是整个这个熊之后的地方都比较生硬的，包括他背着他妈妈在那个冰湖面上去跑，远远的知道这个火车呜呜呜来了，然后说不行啊，我们要赶这个车啊，不然我们就去不到莫斯科了。然后呢他就背着他妈妈跑，然后我就看着这个伊万在这个湖上面跑，我想你到底能跑多少米？我看他们在完全就是在湖的这一侧，一定要穿过这个湖才能够到那个遥远看上去能够存在这个火车站，那个火车是完全不可能追得上的。这就是一个编剧的问题啊，他们又没有从一个、啊啊、他们是从那个老外的家里面出发，对不对？老外明明知道这个路程应该多远，我们应该早点出发什么的，对不对？然后他就半路说啊，我们来不及了，我只能把你们送到这边，然后你们要自己过河才能到这个点，这他妈不是坑人吗？这个送人的人，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啊？到底是他把人家送到这个，哎，你们自己从这个冰川上走过去，然后哎，他们在冰川上面走，其实有点尝试的时候知道这个冰川可能会穿的嘛，是不是？那么两个人要走路小心点，分远一点走。他们是走得很近，然后最后是两个人重叠起来走，两个人的分量在两条腿上面，你这不是我找死吗？我当时真的以为会有一个就是冰川就是冰面破了的这么一个情节。对啊，就是他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冰面可能会破，然后出现这个母子之间生死啊伸手啊这些东西的，完妈妈会说啊牺牲我自己也可以救你啊，但不管什么原因后来妈妈没有死，这是属于就是喜剧方面的常见套路吧。就是你一个早上你要开车过去火车站的话，你可以就是开一个 GPS 算一下多少距离，而且那边一看就是没有交通堵塞的一个地方嘛，郊区嘛，是吧？根本就不需要说哎呀我们没有时间了只能开到这边，这太他妈扯了。
战斗民族是不需要 GPS 的。我就看这个步行穿过湖，这至少要四五个小时的步行。嗯，就是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这太拿我们战斗民族不当回事了啊。然后就是最后就是他们唱完歌了之后，我真的是觉得他们应该是坐火车回去。但是后来我们家里人，我看完之后，我家里人就跟我提醒说，其实并不是坐火车回去的。你看完了之后呢，看完这个歌唱之后，然后再回去，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些回忆，火车上的回忆。当时我的错觉感觉好像是他应该是又坐火车回去了吧，但是其实是电影里面并没有说他坐火车回去了，还是坐飞机回去了，还是怎么回去的，并没有提这个事。其实我感觉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列车员啊，其实是应该重新出现的。一看，哎，你们不管什么原因，到底这个车还是坐到头了吗？对不对？然后就是这个点睛的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其实也并没有用到。对，因为他一直在督促他，你一定要把火车撑到底，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孝心给完成，是不是？那么最后应该给他给有一个欣慰的，就是哎呀，你真的还是个好人什么什么的。嗯，对不对？嗯嗯，这个东西对，也对对。我一直在想，就是囧系列呢，反正就是这样了，而且每年呢他都是有一个就是热热闹闹的这么气氛吧，就是好像这个片子的受众并不是我们，像我们这种在海外生活过一段时间的，或者是因为类似的喜剧看的比较多了，所以说像这种对喜剧里面这些笑梗啊，可能是比较执着，相对来说希望它能够真实性稍微强一点，或至少有一部分真实性强一点的包袱。但是在现在看到这个囧妈里面呢，就是比较少，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属于那种啊，妈妈吃了个自热拉锅，然后脸辣的红红的，就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层次的喜剧。作为贺岁片的话，是不是大家对这个片子的期待也就是这样了？差不多吧，可能我不知道大家的期待是什么，反正我就是看个热闹看这个电影的。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制作电影的人嘛，就是对贺岁片呢本身可能有这个出发点上的期待值，就是说过年了，大家看一个热热闹闹的片子，就大家合家一起去看这个片子，然后这个片子里面呢要包括一些小孩子也能笑，年轻人能笑，老人也能笑的东西。然后呢就是这个东西呢，就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这个春节啊或者是国庆啊，春节当然是更鲜明了，就是大家坐在一起笑，完成一个以前春晚没有办法，现在没有办法给我们的这种感觉。那么贺岁片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大事儿，有这么贺岁片，在电影里面，你看徐峥出来了，你看那边是那个什么王宝强又在什么电影里面了，沈腾又在什么电影里面了，然后我们大家呢一起去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电影院里面看这个电影，所以这个电影就没有办法，或者是在制作电影的时候呢，期待值就是为了讨好大家，那么这个讨好大家的动作做多了呢，这个片子的就是说重娱乐性而轻了它的总体质量。我在去年看春节档电影的时候就挺有这个感觉的，就是说好像是特别好的电影并没有出现在春节档里面，而是这种就是特别讨喜的电影出现在春节档里面。老张，你对这个事情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我觉得就是现在还是商业多过于电影吧，只能这么说。就这个东西是大家都知道，春节这一档的时候容易赚钱，那么怎么样让更多的人去看自己的电影而不是别人的电影呢？就是请大明星搞笑呗。反正就做这一类的。就是我觉得像这部片子，如果我们现在打分的话，我只能给他打一个中，还不能给他打得更高，也不想给他打得太低，因为就是比去年这些贺岁片的话，比如说那个《疯狂的外星人》的话，我觉得这部还是稍微正常一点，那部他妈的太无厘头了。我给这个片子打分呢，是可，所以说跟你的基本上打分差不多。就这个片子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地方。看呢，你这些笑料呢，你是完全都是在期待之中，所以说很遗憾，他没有办法挑战自己走出新的一步。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就是像我前面说的，是为了看热闹去看这些电影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期待值不会很高。但是反正过年的这个期间嘛，反正也大家是放着假也没事做，那怎么办呢？就去看看电影吧。反正这个就是这个电影业这个钱是稳赚的了，所以他们也不会就是把要求自己做得更好。就没办法，就是这市场摆在里面就这样了，是不是？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对于贺岁片呢，到底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很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交流一下你对贺岁片的期待和看法。那么你觉得贺岁片应该向什么方向去走？你希望能够看到什么类型的贺岁片？贺岁片是不是就是应该以贺岁为主？非常能够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张像你说的，你感觉好像贺岁片是必然挣钱的。首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影都会出现，比如说像今年在贺岁的时候，我其实最期待的电影是去看这个夺冠中国女排。我本来是打算订这个票带我爸爸妈妈一起去的，但是后来呢，这个东西现在就看不了了。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呢，贺岁片并不一定非得是必须得是讨喜。当然去看徐峥的这个囧系列的东西，可能你确实也是不想带着大脑去看这个东西，只想带着零食去看这个东西，嗯，这也是正常的。贺岁片也不一定非得都赚钱，你这突然之间出现了武汉病毒，这个贺岁片就突然之间不赚钱了。这几周的话，我们的听众也是每一次节目的话都给我们留言啊，都挺关心我们，知道澳洲这边大火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就突然之间就感觉我们是澳洲跟中国都是一块在受难啊，反正这个年过得真的是挺辛苦的。然后这两周的话，反正现在这个病毒也慢慢的开始扩散了嘛，然后扩散到澳洲这边了。然后昨天大年初一，然后我们悉尼这边有三个病例，然后墨尔本那边有一个病例，所以其实这个事情离我们现在也是非常近的啊。那么还是我们也有很多国内的听众，然后我们自己身边有很多朋友也会经常回国，包括包子现在还是在国内。真的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事情真的是联系到我们每个中国人啊，所以真的我觉得在这边还是要谈一下，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比较小心，尽量少出门，然后要戴口罩，然后给家里的老人要多刷一点知识。因为现在就是网络虽然这个知识量特别多啊，但是就是谣言也是特别多啊。之前就一直说，哎呀，有这个办法可以治，有那个办法可以治，就是老人之间就是听这些东西就听得比较多，容易乱传，所以大家还是要多花点时间跟父母去科普一下这个东西，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是不愿意这个事情发生，但问题是这个事情就发生了。那么其实很多人也会就是第一时间开始找人去怪罪，对吧？这是人的一种反应，这也是算是一个正常反应。但是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要去去怪武汉人啊，或者是怪一些就是为了自己要活下去逃开武汉的这些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管。就是真的是在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惜命的，每个人都想活下去的，做这些事情都是人情，是吧？包括我们经常，我们因为说电影嘛，那我们就说我们以前看那些丧尸片里面，经常有一个人被丧尸咬了，但是他还是会跟着其他正常的人一块逃。为什么？他就是他也知道他自己可能就是马上要变僵尸，但是还要抱着一线希望，我要离开这里，只有去了安全的地方，我才有可能被治好，我在这边我肯定是死路一条的。所以这些人又有了是求生欲，他们才会去逃什么的。所以现在这个病毒其实已经散发开来了，其实如果我们每天走在马路上的话，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一个传导体，所以已经不用去怪罪最早传这些病毒的人了，因为真的不知道是谁。而且很多人他也不是武汉人，他们就是外地人到武汉去出差，然后带回了各个省，对不对？你就我希望大家不要去怪罪某个人群，而是大家团结起来一块儿去抵抗这个事情，然后一块坚强，一块把这个年给过掉。我现在是因为现在因为时差的原因，我跟老张录节目的时候是我这里的4点钟嘛，然后今天呢一会儿我就收拾包我就去机场了所以说现在能不能够需要花多长时间多少额外的时间因为还要存在一个在国内转机的这个问题才能够回到悉尼我的家是一个问题。但是我本人对这个疫情呢是还是相当持乐观态度的。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不是医生，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是医生，所以说你对这个东西呢，或者是科学家，所以说你对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更了解。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个人从我观察到的信息来说呢，我觉得其实我还是挺乐观的。我觉得首先呢，它是一个病毒，那么这个病毒呢跟03年的 SARS 的病毒呢
相对来说很类似，也是攻击呼吸道的一个肺炎病毒。那么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它是通过飞沫传染的。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戴口罩，然后呢要避开封闭的环境，避开大的人群。基本上这些东西呢，就是政府官宣的信息已经给你了，就是说应该在自己家里面待着。好像是我们的钟南山先生也已经有过这么一段发言，网上也有传，就是说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在家里面自己隔离自己两周。那么这个并不是说自己隔离自己两周之后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而是说这个病毒呢，它大概有最开始就说有七天的潜伏期啊，现在后来说有大概十二天的潜伏期，就是说七到十二天的潜伏期之内呢，你就一定能够看到自己的症状。这样的话，如果你在这期间呢并不出门走动的话，你不会继续传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去传播这个病毒。等到这个病毒已经有症状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就是医院也会知道你是确确实实是一个携菌者，然后对你呢可以进行定向精准的治疗和处置。这样的话就是会非常有力的阻止这个东西在没有办法控制的环境下到处乱跑。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们大家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得到的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护自己，就是说洗手啊，就是戴口罩啊，这些东西当然是不用多说了。但是很奇怪，就是很多老人不喜欢戴口罩，他们会有这种非常莫名其妙的这种安全感，就跟爸爸妈妈说这个事情啊，就是也说不清楚，他们说你们年轻人这么怕死啊，其实没什么关系的， SARS 那个时候被就这么过来了，好像是17年前这个 SARS 的事情他们也就忘记了，当时就是觉得大家都很紧张的事情嘛，就是现在好像是没什么关系了。我看到有一个网上的朋友写的一个就是像段子一样的东西，开玩笑的，就是他想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戴口罩，但是爸爸妈妈就死活就是不戴口罩，后来他必须得跟爸爸妈妈撒谎，说他这个口罩呢是买什么东西用点数换的，然后里面这个滤片啊再过三天就要过期了，所以他爸爸妈妈才会去把这个口罩戴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啊，他们也就是比较容易有这种阴谋论的想法，就是比较容易相信就是官宣信息以外的东西。所以这方面呢，作为年轻人，我们需要就是努力给他们支持，因为现在有很多其他乱糟糟的东西也是真的是出现，有很多就是这种是吧，中医土方啊，就是告诉你这样可以防毒啊，那样可以根治啊，就是这种忽悠人的东西也都出来了。这个东西我是真的不是很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在这个时候去做这种事情。今天早上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平时不是脑子不是很清楚的朋友给我发短信，然后就说啊，听说这个东西了，你要看一看。结果就是说啊，用这个香油点在鼻子里面就可以防止这个病毒进入你的身体。我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也是真的觉得哭笑不得，就是我以为我们大家都是上过学的人嘛，为什么这科普的路真的是任重道远。但这个东西呢，对于我们父母来说可能分辨力真的是非常差，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呢，想要照顾家人，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做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情，把官宣的信息，把这些就是已经确认的信息，科学的东西放在前面，让他们呢就是更清楚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忽悠的。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也算是一个任重道远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口罩的问题啊，就是口罩在我到杭州的第二天就完全脱销了，这边就是完全买不到了，然后就是在网上想要买口罩的话也没有了。然后听到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惊讶的炸裂型的信息啊，真的让我脑子都炸开了。就有些人呢在街上卖口罩，一口袋口罩，这些口罩都是没有包装的，然后呢后来发现这些口罩呢都是从医院里面搜来的别人用过的口罩，然后被人拿在街上卖。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这脑子里面就是乱的，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而且会有什么样的心态你才去买这个口罩，我也是不是很理解。但是这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这个如果是真的话太缺德了。因为还有一些就是看一些公众号说什么有那个假的那些N95 口罩什么的，就是没有到那个效果的，其实都是假的什么的。真就是现在公众号都不能相信嘛，反正也不知道是真消息假消息，这种东西就不喜欢他做太多的评论。反正就是澳洲这边的话，据说这两天开始也买不到口罩了。
我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面求哪里有口罩。我是因为就是圣诞之前，因为这边空气特别差，然后我去那个买了，我存了不少口罩，说实在的，就是说我这边的话估计还有大概20个口罩吧，所以我跟朋友说，你万一真的买不到的话，我可以就是施舍你一两个，但是真的现在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去那个Amazon 那个，也就像就 eBay 一样的，就国内这种京东这样的网站嘛，是澳洲的嘛，美国的嘛，说实在的，让我上去看，现在好像是15个口罩已经要炒到了80块钱了，就是澳币。我记得我就是在圣诞之前我去那个 Bunnings 买口罩的时候，我是10个口罩才10块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开始赚这个钱的人也是不少啊，就是坐地起价。但我真的觉得这个时候不应该有这些事情发生，还是就是大家通过互联网可以互相帮助的话，可以找到有便宜的这个口罩啊，当然要靠谱的了。我希望大家也可以互相推广一下。而且就是在国内好像是第一时间政府就已经发布了信息，就是网上的口罩和商店里面的口罩都不能够因为这件事情涨价。政府好像还设立了这个举报热线嘛，所以说如果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这在国内的话真的是相对来说挺有安全感的，这事情其实做得蛮好。因为任何其他国家呢，可能是这种事情呢没有经历你就没有经验。那么中国在2003年的时候呢，那个关于这个非典病毒呢，如何处理这种急性的传染性的，就是非常有生命威胁的这种肺炎的传播，病毒的传播，其实相对来说是积累了很强的经验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政府第一时间就知道官宣的信息是更有力度的，对于稳定民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在第一时间就公布了这个，而且然后呢每天都有这个信息发布。这个完全是政府来掌控这个东西，我觉得给民众一个很大的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口罩不可以涨价啊，这些东西呢也都是非常有力的措施，所以说就是最多就是没有。而且我知道呢，就是在江浙地区呢有一些其他的口罩厂，有一些老板把他自己的工人都招回来了，然后付数倍的工资加急去做这个口罩，响应政府的号召，就帮助政府嘛。因为这个东西平时不会有那么大的存货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做出来了之后呢，仍然是不加价，以前应该有的这个价格呢去提供给医院，然后提供给普通民众使用。就这些东西呢听起来其实都是蛮暖心的正能量的故事，而且这东西并不是抓出典型来宣传，所以给人感觉真实感很强。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负面的消息，就是很多这个东西一旦非典的不是就是这个肺炎的事情，武汉病毒这个事情起来了之后，第一时间呢就是被受到冲击的就是医院嘛，然后医院里面自己的口罩呼呼呼就被这些医护人员都拿回家了，所以说上班的时候导致都口罩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有些时候也是觉得人哭笑不得，就是人呢好像是以前曾经有过这种东西，有过这种新鲜的记忆，所以现在要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然后自私自利的东西也会出现所以说有些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嘛，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对待吧。另外呢就是说现在呢武汉封城，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听众朋友是来自武汉的，但是非常希望能够给你们一点加油，给你们一点支持，就是这个事情很快就会过去。我不想说啊武汉要坚强啊或怎么样，但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普通人很多人呢会有这种啊是不是还有什么信息没有告诉我啊这种想法。但我想说的是呢，你不需要去纠结这些东西，因为从政府或从卫生部门的角度出发呢，他也希望能够控制稳定这个局面，他们的目的呢跟我们普通民众的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添乱其实就是在帮忙，对吧？对，所以说要保持稳定的心态，照顾好你自己，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这是然后呢就是说鼠年好运了。我觉得2020年我们的鼠年开始好像这个起点呢基本上是挺低的，所以说希望呢就是在今后的这一年里面呢，可能我们会一步一步的越走越好。因为起点低呢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从好的方向上去看嘛。行了，那么今天节目说那么多呢，我们也就差不多说到这里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节目多分享在你的朋友圈、你的微信群、你的微博上面，告诉更多的喜欢影视的好朋友们来一起讨论电影。那么我们所有的节目呢都可以在各大平台上可以搜索得到，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 Movies and Chats。
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第124期节目的收听和支持。我是主播包子，我是老张，我们下周再见。下周再见。